擂台上的人，什么来路？不知道，看上去只是个平常男子。不许围杀，我要把他打败在台上，不然我军颜面无存。可是，这个人武功很高，武功再高也有力气用完的时候。继续上，不停地上。 不要让他停下来！打得好！ 你看，咱俩今天酒也喝不了，菜也吃不着。这是什么？是啊。嘘！诸位，我们是少了一层兵。听我说，凡是不能打的、有伤的，立刻离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。凡是能打的，立刻跟我来。 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！来来来来，接着吧。
大家都听着，立刻换上倭寇的衣服，记住，左手系上白布，在擂台处会合，号令一起，立刻杀敌。好，好，你们两位立刻去焚烧倭军粮草。好，你是倭军将领？你是谁？少林林展浩。林展浩，你就是林展浩？你怎么会在幽溪？我来收回幽溪。就凭你，你有多少人打得过我的大军吗？你往那边看看，你的主营被攻破，牢里的俘虏已经全部被救出了。那边烧的是你的粮草。放箭！来不及了。老连战，赶紧撤兵。好，撤，撤，撤！将军，我们中计了。林展浩根本没有什么兵马，只有十几个僧兵，剩下的都是被他们救出的俘虏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正在往城外逃呢。追！借此机会，杀了林展浩。紧点儿！
展浩，看你这回往哪儿跑！